火车站正门。对啊，你看我们的轨道电车什么，这都不是上下班时间，人很空的、啊，这没什么人坐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而且推婴儿车它专门有那个平接的，都不用推上，不是楼梯的。直接推进去。那左边那个是我们的国家剧院，那个现代一点是歌剧院哈，这个是国家剧院。然后你看这边那个红瓦顶的小城堡一样的国家剧院。对啊，这里好像又做什么世界村嘛，这那个世界每年都有一个世界村，那么就是不同地方有一些文化呀、小吃啊什么的再展示一下。你看前面那个大拱形的建筑看到吗？那是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，现在是我们芬兰境内最大的一个学术图书馆。这个哦，里面很漂亮，里面那些椅子什么的很舒服的。这个东正教堂，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一个船停在当咖啡店哦，咖啡餐厅。对啊，这里下面全部都是餐厅。